再给做做，再给。再给你做一下，看看我们家小老大玩的嗨不嗨？杰克也超帅，没对，没瘦，没瘦，还是逗杰克来，又来逗杰克来。小老大想给杰克开门，Jackie no，坐，坐坐下，Jackie 坐坐，Jackie 坐坐坐，Jackie 不听话了呢，Jackie 坐，欢迎大家啊，欢迎家人们，欢迎家人们来到杰克小老大直播间啊。见证一下小老大的成长。初次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那个点下关注啊，点关注不迷路，加入粉丝团啊。坐一天了，没有，杰克没有坐一天啊，杰克是，谢谢。谢谢今夜无风啊，谢谢平平啊送的礼物，谢谢大家哈、啊，谢谢作文姐。现在小老大和杰克的关系有所好转，谢谢记忆啊，有所好转。哎呦，宝贝儿，宝贝儿，谢谢小老大，是不是惹祸了？充电器，有充电器呢。杰克可怜巴巴，笑了。娘家人组团了，来天津看小老大，欢迎欢迎啊！要是来看小老大的，到天津的欢迎。再开坐，你的任务是坐，先看着啊，待会儿让你出来啊，坐吧，坐。看妹妹啊。放出来一起玩还不行，现在他俩还没磨合好。小老大说：“看哥，你看我多自由，想出来玩是。看杰克，看小老大，冒险对。”啊，您也是天津的啊？哎，欢迎加入粉丝团啊！欢迎加入粉丝团。No，小老大，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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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才放出来啊？这肯定不会打架，不好说。再给坐，坐，嗯。小老大，来，小老大过来，小老大。他们相处啊，就是怒不管用啊。哎，小老大，来，啊。小老大长大了点儿，是。别咬这个，别咬这个啊！哦，别咬这个，嗯，不咬啊。那小老大拆拆主播的拖鞋，我天，他现在我们把拖鞋都放起来了，他就盯着拖鞋，盯着拖鞋，就喜欢拖鞋。刚才上我这又来咬两口拖鞋。这样杰克越来越嫉妒，不会啊！谢谢洛爱斯啊，洛爱心呐、啊，谢谢洛爱心。杰克，待会儿放出来啊！现在为了保障小老大的安全啊，现在只能出此下策啊，只能出此下策啊！老人家孩子都喜欢拖鞋，是。Jackie。坐坐
小老大，小老大，小老大 ，JK， 坐，坐下 ，JK。小老大，我吓我一跳。小老大，过来。小老大和姥爷的视频啊，以防万一，没错。双眼皮小 ，JK， 坐，坐下，坐下，坐，坐。小男孩好心去救杰克去，但杰克现在这个磨合期还得磨合，因为小老大才来了五天啊，他得熟悉一段时间啊，帮哥开门了，他都有那意思。主播想法对，万一呢？对，就怕万一啊。小老大开始调皮。小老大，对，托盘里边有东西，小老大老惦记。杰克不是几个月了，杰克都两岁多了。杰克两岁多了。小老大调皮。JK，坐，坐下。我这说多少个坐了 ？JK，坐，坐。小老大，你牙不要了？小老大要开门啊？杰克拆家吗？杰克小时候拆家。小老大认亲，给杰克开门呢。坐，再开，坐，坐。他咬不着你，他那么小能咬着你吗？拆笼子。哎，谢谢平平，谢谢平平送的礼物啊。我家也有狗，把杰克放出来，现在不能放啊。80，这不虎狗，80老公娶18岁少女，知道开门，那就开门去了。看一下小黄车。小黄车怎么了？小黄车怎么了？你家卖手机支架吗？有手机支架，就是手机支架有啊。手机支架，就是学生啊。啊，我把手机支架上上啊。我看看啊。手机支架。这手机支架上上了，几号链接啊？看看手机支架是几号链接啊？小老大，26号链接啊。手机支架是26号线 ，no， 小老大，你看那这个托盘在里边很深的，它给够出来了，谢谢，明天会更好啊。这么有钱怎么还卖货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喜欢的，我也是在用的啊，所以好东西啊分享给大家啊。欢迎家人们来到杰克小老大直播间啊，来的老朋友们帮点点红心，新来的朋友啊点点关注，点关注不迷路。家人们可以说给点下边那个箭头分享出去，分享到朋友圈啊。谢谢啊，真淘气，看看他怎么淘，看看啊，他俩这样吧，能接触的能磨合，拆家模式开启，小家伙厉害，哎呀，他俩能和平共处吗？看看吧，这小孩看看，哎呀呀呀。
几个月算一岁，这还不太清楚。杰克放着，杰克现在不能放啊。我和我们一起拆家。掏啥呢？掏什么呢？你这是小老大，你掏啥呢？啊？给他弄点水啊，给他弄点水喝。谢谢快乐啊，谢谢快乐。哎，小老大啊，小老大，小老大，等着啊，哥给你倒水去了。淘宝，淘宝呢？你放这儿，上那儿，放这儿让他喝。哎，放，行了，别放那么近，行，放这儿行。杰克急了，那是水。水有什么好争好抢的啊？谢谢谢谢塞文家的二哥哥家的小老四啊，那个二哥哥家小老四给大家发了一个红包啊，大家可以抢一下这红包啊，大家可以抢一下二哥哥家的小老四的红包啊。谢谢二哥家小老四啊！我真完蛋。我是 Seven。还是让你看的。杰克也渴了。小老大，哥哥吃东西离远点啊！也给杰克。谢谢妞啊，谢谢谢谢谢谢意境精品啊，谢谢影子，谢谢如梦，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送的浪漫，想你了，谢谢大家，欢迎家人们啊，欢迎家人们来到杰克小老大的直播间，下下谢谢若水胭脂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你再倒点水给杰克喝点水，不给他喝，他喝完他就喝完他要谢谢叶子啊，浪漫兔妹，小老大好像又长势啊，谢谢大家送的礼物，谢谢谢谢枫叶贝贝，谢谢小龙女，谢谢，哎这么多送礼物都谢不过来了啊，谢谢谢谢大家啊，咱们给榜一意境精品你点点关注啊，意境精品他们是在我们天津市武清区著名的地毯，那个就是地毯产地崔荒口啊，厂家直销的货啊，大家可以关注他，谢谢作文姐，给作文姐啊点点关注啊，作文姐也是天津南开的啊，也是他们家那个站站也是 Seven 的那个外孙子啊，谢谢平平啊，把杰克放出来，先不能放啊，现在不能放啊，地毯定制，对，谢谢平平啊，小老大，小老大，就在那玩，哎呀，拿新的先封一会儿，这就是他的模式，又咬肉了，给他咬去吧啊，谢谢平平啊送的大啤酒。谢谢阿哲，再给坐下啊，给小狗喝点矿泉水，别喝自来水啊，都是凉白开啊。小老大，小老大，对我说话不是天津味儿，因为不是天津人，我是东北人，我是牡丹江的啊，家是牡丹江的。跟老爷是老乡啊，小老大，开启拆家模式，拆吧，这个是专门治这个颈椎病的一个小枕头，站站是二哥哥家的毛孩，小老大是最大公主的毛孩，对，小老大和站站啊，和那个站站是一个辈儿的。
小老大比我还幸福，净瞎说。你们都是一个地方，所以小老大给你了。那个虽然是一个地方的，但并不认识啊。小老大的娘家人啊，咱们欢迎，没取名的，没取名的。这个家人们都说就叫小老大吧，叫小老大。结果就小老大就这么就是叫着。小老大起名了没起，现在就是叫小老大，就叫小老大呢。现在啊，谢谢仙草啊，谢谢仙草啊。咱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榜一意境精品啊，意境精品。他是说这个咱们那个天津吹荒口镇是全国有名的一个毛，就是地毯之乡啊。他是直接是地毯厂家的，可以说是他现在啊，就是说还没有开直播啊，但是说也可以买啊，到他那个店里可以买。谢谢，这是墨兰啊，墨兰啊，谢谢思雪，大名白雪公主，小名小老大，白雪公主，小老大长得就是白。确实像白雪公主，这吴美莹状况哈、啊，谢谢乐乐爱啊，谢谢乐乐爱，这没有美颜的情况下还这么白啊，这就是小老大，叫雪儿吧，小老大粉丝多啊，欢迎大家来到杰克小老大的直播间，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下关注啊。大家可以帮忙点点爱心，点点小爱心，戳戳这个屏幕，把左上角这个血条给它点满。小老大，一会儿你就把里边那黄豆咬出来了啊！小老大这名好，是叫 Lucky， 杰克爱心不够就不让他做小老大的老公。谢谢 Mary 啊。是有这个想法，杰克要是表现好可以做小老大的老公，要是表现不好那他就做大舅哥。谢谢幸福家啊，小老大可会拆家了，对，小老大这拆家这是骨子里带的，随他老了。小老大性格像爸爸，小老大性格特别稳重哦。大舅哥，表现不好就大舅哥。小老大跑哪去了？小老大呢？小老大，来，杰克拆不拆？杰克小时候拆，现在不拆了。你看他这个小脑瓜。他还没我这手大呢，家人们看看，是吧？哎，特别可爱。来看小老大哈，稳稳的拆家，我看不太稳。谢谢 Mary 送的啤酒啊，对，他就是牙痒。这个我给他买了一堆磨牙棒，还没到哈。小老大像毛绒玩具，太像毛绒玩具了，像个小北极熊。用放大镜看小老大，小老大，别下定义那么早，多观察，给他俩一人找个对象就四只了，养起来太累了。哎呀，养起来太累了，一人找个对象。杰克现在对小老大还没达到特别熟，特别那个和睦相处那样哈。化妆方面的书吗？不想去别人家那买。化妆方面的书，白雪公主。现在我这书都是一些就是，历史方面的、法律方面的。像这个
为大家说一下这个，这就是一直在看这个，这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吧，说说这个，这个卫士乳钙片啊，这个有的，因为有的家的毛孩子可能说是晒太阳少，就可能会缺钙，那缺钙的话就要去补啊，小老大要长成少女就好了，熟悉就不咬了，对对，熟悉就不咬了，这才几天啊，是不是啊？大家谢谢 Mary 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我这里边产品啊，大家进去看的话一定要先领券啊，领券之后再购买啊，都有很多的优惠券，很多优惠券。小老大拆家随 seven 啊，是那样啊。小老大这就是小老大，我称了一下是17斤多点。有猫能吃的钙片吗？有猫能吃的钙片吗？这个看看，这猫能不能吃这钙片？这个。杰哥的眼神，谢谢作儿姐啊，谢谢作儿姐送的啤酒啊。小老大是雪城来的，雪白雪白的啊。大宝板牙趴几斤小？小老大，我今天早上称了一下，是17斤2两，17斤2两。主播是文化人吗？谢谢冯先生啊，杰克感觉失宠了。杰克现在能放出来，现在不能放出来，因为我平常啊，我要让他俩熟悉熟悉，这才几天啊，要熟悉的非常好了。小老大，这个也跟那个杰克，小老大本来是自来熟啊，但是杰克不行，坏了，给他把这黄豆咬出来了。是不是咬出来的？是啊，我也希望他俩能在一起玩，他俩在一起玩多好啊，这不比他那个他自己玩不强多了，省着寂寞啊。杰克太难了，杰克是这样，杰克是有点难，小宠物。叫做雍能钙，猫狗通用啊，猫狗通用啊。谢谢李阳啊，咱们把给榜一啊 ，Mary 啊，点关注啊 ，Mary， 谢谢 Mary 啊，小老大，你别可一头咬，你咬四个头，你还能多玩一会儿啊。这才几天，对啊，今天是第五天，谢谢建华。今天是小老大来家的第五天啊。欢迎大家来到杰克小老大的直播间啊，谢谢天津夏利，谢谢李阳啊。谢谢天津夏利啊。主播你没上架小宠产品吗？杰克。那个我没太注意啊，可怜的杰克失踪了，可怜的杰克。谢谢 AA007， 谢谢崔什么？我这个屏幕显示的字少啊，我发现啊，应该谢谢依然姐啊。应该谢谢 AA007 啊，我应该调整一下就好了，回头今天调不了了，明天调一下吧。小老大
那铁的能咬动吗？哎，不能，再不把节奏放上，抑郁不了啊。让他俩一块玩，要不熟悉的慢，不行，我怕杰克咬到他，是这样啊。这个，我今天啊，我又浏览了一下这个民法典，民法典啊，写的真是很清楚，写的是咱们所有这个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民法典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还有一个《法律常识》一本全啊，一本全。这里边都是一问一答的，提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什么样劳动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劳动合同签订于效力。所以说啊，就是说无论是做老板的还是做员工的啊，都可以说是这个买这两本书可以慢慢看，或涉及到这方面的时候啊，可以翻翻看一看。有的时候从网上查那个啊，有的可能是说别人解答的有时候准确不准确的啊，还自己看一下，就是这样。反正现在是这个网络时代啊，都是自媒体时代，可能看书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啊，还是有时间看一看啊，没有坏处啊。这两本书啊，大家可以看看啊，对，真正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好东西，没错。比如说你是买房啊、租房啊，还是说是卖房啊，还是说这个婚姻当中的，还有什么那个遗产继承啊，还有一些什么赠与啊等等的。婚姻法不废除了吗？现在都是在这个民法典里边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必要，越不懂法的人越应该看，通俗易懂。杰克不让付。哎呀，小老大呀，小老大聪明，知道去垫子上玩，是他那个垫子不滑。杰克关着，小老大在外面，杰克不高兴，时间长了脾气不开心，就是小老大发到小老大身上了，那不能啊。杰克现在就是说还没完全接受小老大，他觉得这家多的一个同类啊，他有点生气。杰克对人是最友好的，因为杰克根据以往的跟小区这些小那个狗干仗的经历啊，得让他慢慢适应，只有他认可才行。每天都跟他讲，这不是拖鞋，这是一个小枕头，专门治颈椎的一个小枕头。老大里面吃里面的东西呢？没有，这里边是黄豆。这里边没别的，就是黄豆。吃呢吗？没出来，放出来一会儿。杰克放出来，就得把小老大给放那个这个笼子里。小老大真好看啊！待会儿放啊，待会儿把它放出来。大家帮忙点点红心。吃了啊，刚才嚼了半天是吗？我看一下，看看。不给他了，你叼住啊 ！No No No， 小老大 No， 啊是黄豆，掉出两粒儿，现在是吃那就是黄豆。小老大，
总感觉你的画面好模糊，是吗？像素不够，不能啊。模糊吗？家人们，这个模糊吗？模糊。我这样哈，我这个切换一下，看看啊，看看小老大发白哈，因为我们家吧太白，墙也是白的，地砖颜色也浅。现在啊，家人们，现在模糊吗？现在看看，不模糊啊，不模糊。对，两个小狗轮换出来。吃了两个那个黄豆粒儿，没事儿。吃两个黄豆粒儿，没事儿。他现在拉的他就干，他现在拉的正是干。等会儿，哎，看看，不模糊啊。主播年轻时候肯定很帅呀，谢谢。这话我爱听。杰克嫉妒我，对，嫉妒我抱着他了，记得我抱着他，以白色为主色，对，当时装修的时候啊，装修的就是用那个白色为主色调的，就显得干净嘛。但是要这个直播啊，就是感觉这个颜色有点太白了，有点浅，可能是，是不是啊？啊，多少钱都不卖啊，小老大多少钱都不卖，这个不用问了啊，这个问题啊，这个，哎呦。多少米都不能卖啊！大熊宝宝，坐这。哎呀，打喷嚏了，坐这，别咬手。今早还有老铁在问坨坨小老大的去处。昨天可能，昨天看我直播能看到啊，昨天跟那个坨坨先生连麦了。就跟小老大的爸爸和这个爸爸和他姥爷这儿呢，这别咬手啊、主播做什么工作的？我在企业啊，在企业上班啊。小老大晚上好，谢谢啊，大家好啊。哎呀，又咬手了，看看。小老大躺赢了自己的爸爸小金，对，昨天 PK 的时候他在睡觉，小老大磨牙呢，对，哎呀，逮什么咬什么，看这手都咬，但他不使劲咬。主播一看就像领导，啥领导啊，还是管几个人就算了啊。哎呀，看见不能伸手，你怎么就知道咬我手呢？啊！哎，对，就这么小的时候可爱，特别可爱。哎呀，又咬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咬手了，咬坏了啊！你咬这个，对，我看你就躺着，放倒，这样让你咬不到，看看，咬不到，小老大有福气了。哎呀，不是政法部门啊，跟法律没关系啊，我就是喜欢了解，因为法律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规则啊。他姥爷看到小老大了没有？看了，我第一天直播他姥爷来看了，说了啊。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来到小老大直播间。那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家人们，帮点点关注啊。那个初次来到直播间的啊，帮忙点点关注啊。老朋友们帮点点爱心，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右下角有一个箭头啊，大家可以把直播间分享出去啊。谢谢了，谢谢大家，谢谢，帮忙分享一下。咱们给榜一意境精品点点关注啊，意境精品是天津市武清区崔光口全国地毯之乡，全国都有名的地毯之乡，他们家是专营这个地毯，是一个地毯厂家，厂家直销啊。啊，给榜二作文写点点关注，有，我天哪！我去看看头哥直播没有啊？再 PK 一下，嘿，他摇这个。小老大吧，咬手不疼，他要咬身上啊，他就没轻没重的。No， 过来，你能不能老实一会儿啊？你看，谢谢作文姐啊，谢谢作文姐。哎呀，人家都看你呢，你说你好不好？老实点啊。让他掉火锅里了。就我现在做这块地毯啊，这块地毯实际上是厨房用的一块地毯，但是我新的没用的啊，我就铺在这个沙发上了啊。这个地毯就是意境精品他们家的，我是在他们家买的。嘿。亲一个，哎，我又在哄孩子呢，嘿，哎呀，小老大好幸福啊，今晚这么欢实呢啊。哎呦天，你真咬啊！看看我儿子，他们想看你，他们让不让看啊？来看看，看我们家公子啊，我们家公子啊！哎呀！给放看看，看我们家公子帅不帅气，小帅哥一枚，还没对象呢哈，比我帅多了啊！看看我们家公子能不能长人气啊！大家。就点我儿子那个脑门哈，给他点点关注，不点点那个红心啊，点点小爱心。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跟我长得像啊。我儿子多大了？二十出头。家里干净啊。哈哈。帅气啊，帅气可以帮那个家人们帮忙给介绍个对象啊，介绍个女朋友。因为我不是天津人啊，我老家是那个牡丹江，东北牡丹江的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啊，就看看我媳妇儿啊，我媳妇现在不能看，她是拔牙了啊，就那个什么呢。种植牙呢是20岁急什么呀？给小老大喜欢儿子哈、对，
哎呀，肯定有对象的。带铜绳，带什么铜绳啊？啊，手脖子上那个，那叫有对象了，是吗？还有这说法啊？小老大真好看，看看小老大。哎呀，哎呀呀，不行不行不行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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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哎呀，咬我那个充电线！跳起来，跳起来，小老大！主播几个孩子？主播就一个孩子，就在这儿呢啊！这不又来了一个吗？小老大，专拆电线。是今天在那个在卫生间啊，我就没注意。他拆我们那个马桶那个线，马桶那个电源线220那个电源线，就那智能马桶那个线。你看，挠了吧？是不挠的？是咬的？挠的。买一件漂亮的衣服啊！给小老大买一件漂亮的衣服，现在有，你给他穿上。要充电线是姥爷教的。哎，不能咬书，哎，不能咬书。剪指甲，我不知道这么大小狗能不能剪指甲哈、啊。穿上看看啊，行，我穿上看看。那个，你把那个衣服给拿，给它穿上啊。它咬什么呢？哎，咬手机呢。壳。手机壳，你看，是，给它穿上看看。你先把帽子别给戴，拆家能手啊，不能剪太小了，对啊，那不能剪，可不可以磨一磨？它太尖了，它的这个小指甲太尖了。给小老大穿上那个漂亮的衣服，没给穿过，先帽先别扣。系扣。穿个小红衣服，怎么穿呢？是不是得往下来点？看看好不好看？你还没给穿好，好像是，衣服太漂亮。我把着你系扣。行行，你低点，低点，低再低点。你坐那儿，你坐那儿，对，对。哎呀，我给你系扣，结婚还不干，这怎么系的？这是啊，摁扣吧，裂开环儿也行。现在热，哎，这给我挠的，这给我挠的。来，往下来，给你放平了，往下拽一下啊。对，你去洗洗。嘿，看看小老大穿衣服好不好看？JK 坐 ，JK，JK， JK 这小肚子挺大的是吧？哎，我这衣服拽一下。大不大？就有点大，这衣服有点大。JK，JK 坐 ，JK 坐。JK, 坐，好看哈、啊。
欢迎家人们啊，欢迎家人们，初次来到直播间啊，给主播点点关注啊。家人们帮点点小爱心。看看小老大这个衣服好不好看。看看穿上衣服了。几天就不大了，对。杰克有点气度了，你看这穿上衣服的好不好玩，看看。杰克也喜欢这衣服。明天给杰克也买一个。别掉楼下去啊，小老大别掉楼下去。看你穿这衣服这么搞笑呢啊。有点不太适应，小老大，哎呀，对，是在家不用穿，老铁们说穿上看看，嘿，看看，他自己都有点不适应，对，第一次穿衣服。衣服大了，对，过两天就不大了。看看他走路像不像四舅，裤上帽子，摘开坐啊，还坐着呢，有点不会走道。摘开看着衣服，他也着急了，他也想要，应该是穿着衣服不会走路了。哎呀，穿衣服不会走路。嗯 ，JK 不是小老大，哎，现在一叫小老大他就知道。哎，你穿衣服不会走套了啊？来，小老大，过来。过来，哎，看看这两步走，这穿新衣服，哎呀，你给我转晕了，张老大更漂亮了啊，杰克着急了，看他穿衣服，杰克着急了，给杰克也买一件，也买这个同款的，屁颠的。哎呀，听话，他要去方便，他要去了啊。杰克，你别着急，爸爸回头给你也买一个啊。小老大去上厕所了，喜庆过年换套装，情侣装啊，让他俩穿一个。上厕所，对，上厕所去了。洗过澡没有？洗过澡，但是没洗那个没有蘸水洗，我也干洗了一下啊，就是用那个，就是小奶狗专门用的那个干洗那个的，简单洗了一下。对，杰克盘天天盘腿晒太阳的，杰克肯定是不会那个缺钙的，方便完了吗？他，嗯。小老大都会上厕所了，谢谢叶子。新环境适应半个月才能洗，对呀，我就没敢洗，我怕他不适应。小老大知道自己上厕所，对。杰克不高兴，总被关注，待会儿把杰克放出来。家人们不用着急啊。小老大好福气，小老大怎么不回来？怎么不回来呢？小老大，一周之后才能洗。小老大，看看好不好看？杰克是谁的孩子？我也不太清楚，杰克是怎么来的啊？我给大家讲讲杰克是怎么来的啊。
我在北京有个好朋友，他们家在昌平，然后那个爱狗人士在他们家建了一个那个狗的这个谢谢幸福家狗的养老院，就是两只狗一个单间，两只狗一个单间，然后他就跟这些爱狗人士熟悉了，熟悉之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就是认识这个就是属于那什么呀，就是养狗的吧，然后就给我要了一只，我就去北京给他拉回来了，我也没问是谁家的狗啊什么什么的啊，也没问清楚，所以谁的孩子也不知道啊。小老大穿衣服有点不会走路了，不太习惯。喝水。第三支疫苗打完试试去。杰克是老大的地位不能变，这样他就不是。这怎么还搁手扒了呢啊小老大。啊看你的衣服。在他姥爷家也没穿过衣服，对，小老大就第一次穿衣服。哎 ，no no no， 去给他擦擦脚啊！这家伙去挠去了，是不是渴了？在他姥爷家里就是这样，挠水盆儿，热了吧？热了就把衣服给他脱了。用手扒了啥意思？对呀，家人们，用手扒了是什么意思呢？没水的意思，要喝水，是不是这样？第一次穿觉得别扭哈。跟家人们就不用提跟老爷连麦这事儿哈，跟老爷连不了麦哈，一个是主要原因是。老爷那级别太高，咱们级别太低，连不了麦啊！大家可能要知道这个环节的话，就那什么了，就不要再说那什么。我看这谁要连麦啊？与众不同，咱先不连，咱先不连啊！小老大呢？小老大过来，过来，把衣服脱了来。哎呀，给他脱了啊，给他脱了。给他脱了。来喝点水啊。家人们，他不渴，你看我刚给他倒上水，他也没喝，嗯，不渴。回头给杰克也买一身这个衣服，把杰克放出来啊！啊，谢谢，这是韩国字儿，这是哈、啊。杰克喝，哎，喝了，去趟厕所。啊，喝完了带着上厕所，啊！哎呦，你抓紧给他抱那里边去啊！我把杰克放上啊！等会儿放。哎呀，你俩呀，看，杰克一出来，这个场面就要失控。
杰克出来了，家人们，去，他是不是要去厕所了？你先带杰克去卫生间吧。嗯。我等等。Jacky 过来 ，Jacky。你就带他出去行哈，先让杰克出去方便一下再进来啊。Jacky。杰克一出来就激动，没错。Jacky。先出去 ，Jacky 先出去。Jacky。小老大也想出来，过来 ，Jacky。你 ，Jacky 先出去，一会儿再进。小老大干嘛呢？小老大，啊？哎呦，十万了哈，十万红心了，十万红心了，看看啊，十万红心了。我又发一个红包啊，十万红心，咱们发一个红包。十万。我看我那这红包怎么发呀、啊？我发一个红包啊，大家啊，别发了，因为我已经发了啊，谢谢冯先生啊，一起玩，谢谢暗的，小老大，不要红包，发一个红包，大家都辛苦帮点点红心，再抢抢红包啊，不用发红包，废话，家人们都体谅我了，不用发红包，小老大，你把那个尿垫啊。都给团个团了，拆家能手。杰克方便完就进来啊，杰克方便完就进来。哎呀，你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这是，嘿。哎呀。哎呀，现在也喜欢上杰克了哈！拆，淘气！小老大！我想拆家，想出来啊！呵。不拆了，你看小样儿，这小样儿，将来也是拆家能手。这拆家这个遗传啊，长个小可爱就这么淘气，因为他长得可爱，他淘气都跟他生不生，都发不了火。那杰克回来了，啊，杰克。看这么大还掉球玩儿，看，哎呀，杰克，看着杰克，哎呦我天哪，小老大要冲出去。主播要是有个姑娘肯定能宠上天，没姑娘就这一个儿子厉害，他差点要穿出去。哎呀，杰克一跑，小老大也兴奋。老大厉害啊，这急的，出去玩会儿不行，现在他俩不太熟，怕杰克那个
没轻没重伤着他，主要伤一下还不怕，就怕他咬着他。小老大，你要干啥呀，小老大？啊？你要干什么？小老大想玩球，杰克玩的，你让不让哥哥玩一会儿啊？让哥哥玩一会儿啊？好奇想出去玩，不行，我就抱着不行了，抱着杰克更生气了。那个不能抱，熟悉现在就每天熟悉一段时间，每天熟悉一段时间，一点点熟悉。这么多天没事，这才五天都不到，因为小老大来那天是晚上5点来的。那杰克，时间允许的话，每天抽时间让狗狗去晒太阳。对，晒太阳是非常管用的，晒太阳是最补钙的。儿子喜欢杰克哈，对，杰克都来我们家2年多了。对，再咬了怎么整啊？咬了就完蛋了。上没上火到新疆？没上火，没上火，没上火。晚上睡觉他也不叫，他就在这个窝里睡觉，他也不尿。早晨有的时候是6点，有时候是5:50，有时候是6点多哈、啊，他就开始哽唧，这时候给他放出来，他就上卫生间拉尿。杰克多少钱买的？杰克没花钱啊，杰克是朋友从别人那儿给要的啊。真不能抱着，万一杰克生气呢？对，咬着小老大可咋整？对，说太对了啊，真是这样啊。就是不怕万一，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那对，狗狗不在窝里尿，它干净啊。心疼小老大，小老大，怎么又开始睡了？小老大，小老大，小老大，来，你看哥哥。啊，杰克玩的嗨不嗨？谢谢妥妥先生，谢谢妥妥先生，咱给妥妥先生这个点点关注啊。妥妥先生是我们家小老大的那个小老大的爹和他姥爷都在妥妥先生家里啊，咱帮妥妥先生点点关注。杰克啊，坐下。大家给妥妥先生点点关注啊！妥妥先生，对，老大在家众星捧月，在杰克这儿还不接受他，可不吗？你说这个，这是杰克挺听话啊。你说小老大在家众星捧月的，大家都哎呀，小老大要出去呀，这妥妥先生连一下麦啊，小老大。妥妥先生，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连啊，我看看主播连线。妥妥先生，妥妥先生没开播啊。
小老大怎么的啊？怎么的啊？要抱抱小老大，要等杰克知道你喜欢他。没开播啊？对，放出来，让小老大出来，熟悉不行，怕杰克咬他啊，怕杰克咬他。妥哥没直播，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杰克小老大的直播间啊。新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啊，老朋友们可以帮忙点点小爱心啊，谢谢大家啊，来看小老大，见证小老大的成长。什么能时间能一起玩啊？我因为每天我都让他们接触接触，熟悉了就行啊，放出来看着点。欢迎加入粉丝团啊！现在播了哈，现在播了，嗯，坐下，现在播了，我都连一下妥妥先生啊。当前网络不佳，卡不卡？坐下，啊、坐下。哎呀呀！坐下，坐下。卡不卡？现在是。小老大一出生就这么多铁粉，欢迎加入粉丝团啊！欢迎，欢迎小老大一会儿啊，不卡啊！哦，正在开奖啊！没有看到啊，哎，我这连不了，你妥妥先连我，我连不了他哈，卡卡了一下哈，嗯，我说是卡掉一些人嘛哈，嗯，卡了一下，哎，这个网络，等会儿啊，我报上。等一会儿啊，来，稍等啊，家人们稍等，稍等一下啊，我把小老大抱出来啊。哎，小老大来了，哎，你看，摘给一下啊，别让你咬着。哎哎哎哎。看看，哎呀，我肚子吃溜圆儿，你也过来了，张姐，张姐。哎，对，你俩熟悉熟悉啊，熟悉熟悉啊，我都有点紧张了。哎，你别，小老大，你别挠他，你别挠他，你一挠他，怕他咬你啊，你别挠他，去。他笼里都不响。嗯，那别挠他啊，别挠哥哥啊，哎，别挠哥哥啊，那、哎、你不能咬我呀，小老大，你别咬我，摘开，这是妹妹啊，啊、嗯，这是妹妹，知道吧？对妹妹好啊，知道了吧？对妹妹好啊，嗯。知道吗？你喝着啥？你喝着喝着啊！你看你这喝着喝着，你还上来？啊！别咬他，别咬！你还咬他？啊！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家人们看到了吗？看到吗？咱俩就是亲密接触啊！小老大老想咬他，你看，转转转转，可以了，可以了，行可以了，可以了。小老大咬他，杰克要着急，去，欠揍！你要这样的话，你就进去了。哎呀！是不是家人们是不是有点紧张啊？看到了吧，杰克他就嫉妒小老大来咬他。小老大是这样，张嘴是咬杰克还挠他，杰克戴嘴套。哎呀，对，小老大在塞文家呀，跟那些这大狗都在一起玩习惯了。Jack， 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啊 ，Jack 啊，你这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太吓人了，他俩一接触我就紧张，是吧？家人们说是不是？给我们放，他是想跟小老大是想跟杰克玩，而且小老大啊。昨天给杰克挠出血了，今天刚才差点咬到杰克鼻子，所以杰克就有点急。对，杰克就是属于典型的独生子女啊，突然变成二胎了，而且插的那个还有点大，他就生气。看小老大这个姿势啊，是咬过一次，咬都没咬过。小老大太小，对，因为他杰克没深没浅的，也怕万一。对，杰克是挺凶，对，杰克跟人关系特别好，跟同类关系不是很好。这小区他都出名，跟这别的狗打架，嗯。小老大花样真多，小老大就差点，刚才差一点给杰克鼻子咬了，昨天是挠的鼻子，今天差点咬鼻子。对，你看小迷糊让那个老四咬的哈，对，对，小老大长大肯定收拾他。小老大长得我估计他要长大了比杰克都得壮，就像他妈妈老大似的，那把那小精熊的啊，这么说杰克对小老大还真不错，没有汪汪大叫之类的，像还是下马威，被咬就破相了。对呀，你像这个咱们家小老大哈，长得这么漂亮，要被咬一下就破相了。对呀，小迷糊多伤心呢，是，怎么给关起来了？因为把杰克放出来了，就得给他关起来。Jack，出来 ，Jack， 要出来啊！出来，出玩去，就叼球去。Jack，球呢？找球去，找球去。摘个球呢，刚找球去，咱去找球去。咱家咋没有正山小狗啊？没有啊。小老大真太漂亮了哈！小老大，干啥呢？不睡一下午了吗？好，小老大，来，我抱着你，就别睡了啊！这样，小老大，来，出来，来，哎，抱着，可以，
杰克，杰克远去，离边去啊！嗯，小强，我知道闹情绪了，是有点不高兴了啊。睡觉萌，睡觉这个姿势千姿百态的，什么样姿势都有，真好看啊。这些宝宝心里踏实了，对，刚才生气了，生气给他放笼子里生气了。杰克，杰克，你跟哥哥玩去啊，那球呢？杰克去找球去，快找球去，杰克找球去了。小冉以前就喜欢喝，对，是。土豆先生开播了，那个家人们可以，我连不了他啊，那个可以，他连我的，我看上他直播间跟他说一下，可以连一下啊。嗯，杰克，杰克，你自己玩球去啊，玩球去。小冉，你不能咬杰克啊，咬哥哥不行啊。嗯，上这边来，这边来，上这来。你又跑这门来，哎，跑这门来，又跑这门来。杰克，你玩球去啊！杰克玩球去。小柳大的是漂亮的妞儿，别咬我手啊！我这是肉啊，小柳大啊，来亲一爸爸。你亲醒啊，不能咬啊！哎呀呀，咬死我了！杰克，杰克，你去玩去，这是妹妹啊！杰克，这是妹妹啊！要对妹妹好啊，表现好就给你当媳妇儿啊！啊，看看这杰克也过来，有点紧张啊！你不能咬哥哥啊，咬哥哥倒是他要咬你很厉害啊！啊、哦，还行，你还行就行啊，嗯，你接着，啊、嗯，哎呀，小老大，你不咬哥哥，你不能咬我呀，不能咬爸爸啊，嗯，那个，把这个锅往下摇一摇啊。杰克趴下来，我还心里踏实点啊。对，杰克还在考验期呢，啊，表现不好就变大舅哥啊。啊，小狗像玩具似的，就不用管他，就让他杰克玩玩啊。哎呀，你不能咬，不能咬哥哥。杰克啊，这是妹妹啊，这是妹妹啊，知道吧？妹妹亲热亲热啊，这妹妹啊，啊，新三大介绍哈密，这杰克想上厕所啊？是吗？啊，去吧，带着出去啊。老文，嗯，杰克跟哥哥出去上厕所啊，上厕所啊，小老大呀。小老大是想和人家玩儿，嗯，去吧，杰克去吧，把那帘撩开，让他出去，嗯，杰克出去上厕所去了啊，嗯，咱们看看小老大啊。哎哎哎，你好，土哥。哎呀，啊，哎，昨天咱你看看小晶的结果。哎呀，下来。他俩就拼一局。嗯。我叫新铁粉儿。嗯。哎，今天我要输了，我给巴顿化了，没办法了啊。是啊。哎，那个你说的，让那个给那小晶的
宝宝小老大得画个眉毛，其实我们都想看给那个小星宝宝小老大的那个小星和老大的宝宝小老大那画个小眉毛更可爱，昨天没给你画上。哎呀，我这个我看看，土哥我先看看有没有笔啊，要有笔的那咱们现在再打一局啊。对，再来一局、啊、我正好就遛狗去了啊。这个小老大的爸爸啊，这是 Seven 的老公啊。行，那输了我就给小老大画眉毛啊。嗯，行，那咱这现在关麦就行了。行，好，人家开批，好、嗯、关了啊。哎，好好，咱这回咱不能再输了啊，昨天咱已经输一回了，你看小金倒了个死输。关麦怎么关呢？关麦下倒的，今天都没撑下去。老段，一会儿该你了啊，你也别怨我，咱输了你也别怨我就行了啊。还是那个鸡脖子，这还竟然还有一包鸡脖子。兄弟，哎呀，姐姐一吃可高兴了啊！帅不帅？哎，有点儿家人们啊，红色的皮子，家人们输的好看一些啊！欢迎梅梅啊，欢迎梅梅送礼物，拿着啊！赢了咱吃鸡脖子，鸡脖子啊，有点吃鸡脖子啊！我现在打 PK 呢啊，谢谢依然，这妥哥，感谢雨思白啊，关麦了啊，好，那咱这样哈，咱们那个家人们啊。那个给小老大上，谢谢耳环啊，给小老大上票，仰望星空啊，云朵里啊，谢谢看什么看什么看，富贵竹啊，谢谢大家啊，咱们这个因为小老大这么高的颜值，要画个眉毛画丑了，所以咱们别输啊，千万别输，输了就坏了啊，家人们有散票的往上上啊。家人们哈，这个对面啊坐着这个两个，一个是右边这个是小老大的爸爸，左边的是小老大的姥爷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谢谢霞姐哈、啊，谢谢霞姐啊。看看咱们能小老大自己跑窝里去。看看咱们能不能跟妥妥先生啊，干过妥妥先生啊，谢谢锦锦，秋锦的锦啊，岁月静好，抹茶，谢谢抹茶，谢谢抹茶送的礼物啊，平安是福，云朵，谢谢云朵啊，大家上票啊，手里有散票的上票啊，小老大吃什么呢？小老大吃什么呢？你捡哥哥的剩的呢啊？吃什么呢？谢谢天津夏利啊，谢谢杨美啊，谢谢天津夏利，谢谢依然姐，谢谢云姐啊，谢谢杨美啊，谢谢爱我吗小棉袄，谢谢啊，看看。咱们现在哎呀要输，现在是还有一分钟啊，还一分钟，谢谢樱花，谢谢杨美啊，谢谢依然姐，谢谢梦梦啊，谢谢依然姐，哎呀很激烈啊，咱们是目前落后啊，还有40多秒。谢谢金珠啊，谢谢金珠，谢谢依然姐，谢谢红姐啊，谢谢红姐，谢谢杨美，谢谢杨美，谢谢，还有25秒，谢谢天津夏利，大家上票，努努力啊，对面这个是小老大的爹和姥爷。谢谢江娜，谢谢依然姐，谢谢啊，还有3秒，好，啊，哎呀，不是，咱就这样就输了吗？啊，就这样输了吗？真输了，我们家人们都担心，怕给小老大画丑了，知道吧？
胜利了，谢谢家人们啊！我这咋输的呀？这是。谢谢杨美，谢谢依然姐，谢谢金夏丽，谢谢梦梦，谢谢易静，精品，谢谢大美熊哈，谢谢平平，谢谢冯先生啊！完了，嗯，咱家没有好狗了。嗯，看样土哥，看样，看样要给这个小老大的老爷爷的画上啊，谢谢金珠啊，嗯。先那个家人们先不用送了，先啊，老爷啊，谢谢大家，真给力，家人们太给力了。昨天那个战绩还在这留着呢，太给力了，那眉毛都撑不下去了。八队是真老爷，那个假老爷啊，这八队是真正的他的老爷。这个对面左边这个带着红那个领结的叫巴顿，是小老大的，谢谢红姐，是小老大的亲老爷。真正的老爷啊，在右边那个是小老大的亲爹，谢谢天津夏天。不让我骂你来吧，不变化，不行啊，咱进全军覆没呀。老爷，明天我要是有时间，我再找你 PK 啊，或者后天。哇，还有人说我话，还有人说话呢。好，好。不让话，巴顿不让。嗯。八队是真正的老爷，是小老大的真老爷。那个，三文八是假老爷啊，是真老爷。哎呀，小老大，小老大，干嘛是拆窗帘呢？不行啊，喝水去。小老爸把钱，小老大把钱被拍在沙滩上了。那我们小老大是真是啊，嗯，这是把爹给，哎呀，小老大，你看，我收一下，这个把爷把老爷给画了。嗯嗯，收拾一下。嗯，完了，俺家巴顿走了，走了，不好意思，走了。这老爷不肯见人了，是？巴顿呢？完了，巴顿，顿顿的，这是老爷。嗯，小老大，那什么，就那个，下播之后吃饭啊。谢谢霞姐啊，暮雪。你是巴顿？哎呀，这巴顿这没画的啊。嗯，完了，给俺们顿顿也画上了。嗯，这小老大是把他这个亲爹和亲姥爷全给拿下了，是吧？谢谢抹茶哈，出萌啊！完了，这咱都战利啊！你看小金昨天的伤疤没接的，这又来一个。昨天伤疤没接，又来一个。这真丑，这比小金画的太丑。等哪天我攒足那个子弹。啊，我要再说，我不能再把咱们的狗再拖累了啊！我画行不行？再说妥哥画是吗？对，啊、再说我画，但今天不批了啊！今天不批了。那今天不批了，家人们，家人们不要再送了啊！这是跟他们就是跟妥哥聊聊天啊，嗯，真是对人恨我呀，都想让我画一呗。嗯。你看昨天小金画的，我给他擦都没擦掉啊，是吧？嗯嗯，昨天擦都没擦掉，这个就不太好擦。你看，嗯，你看巴顿没画过眉毛吧？画过吗？以前画过，画没画过？嗯，巴顿画过，他画过，嗯，啊，以前画过。那个，我亲家给那个巴顿画的。嗯，行，你关了吧，你播吧。我出去遛狗。哎，好了，土哥啊，拜拜，土哥，哎、好，拜拜。哎，好嘞，哎，好嘞，拜拜。哎，拜拜。下回不能输了，下回再输的太丢人了。下回。哎呀，这个，把这个小老大的那个亲爹和亲姥爷，昨天一人赢了一次，都给画上眉毛了。主播太有福了。杰克回来了，杰克回来了，杰克就跟个孩子似的，这么大了，这么大还是这样啊！小老大人情高，小老大呀，小老大，我抱你出来呀，行吗？小老大，这儿呢，看哥哥呢，出来吗？出来啊，好，我抱他出来啊。哎，小老大出来了啊！
杰克，你就玩你的球吧，对，趴下玩啊，啊，这样吧，就是说，可能能和谐一点。我抱着小老大，杰克在地下玩他那个小玩具。小老大总看杰克，是。小老大总看杰克，输了给杰克画，明天输了给杰克画。杰克不一定。哎呀，哎，这样啊，输了不能画小老大，画杰克。对对对，家人们说太对，别咬我，别咬我。哎呀，小老大，你别咬我啊！啊，小老大新家真干净。啊，小老大想下去跟那个，他想跟杰克玩。杰克，你没深没浅的，你下去不行啊！下去不行，别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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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见我得戴手套了，你再咬我啊！我得戴手套了，老有人不行，把手套拿。在那抽屉里，一只，两只，嗯。小老大是不是想磨牙？他是想磨牙，这想磨牙就是把我把戴着我训小老大的手套戴上。哎，哎呀，杰克下去啊。这回就不怕了，我就不怕你咬了。小老大想妈妈，没看出来想，没看出来，不容易。对，小老大磨牙，杰克，来，小老大你咬我行，不能咬哥哥啊，哥哥涮两口不行啊。杰克挡镜头那会儿就是属于你，是不是？是不是挡镜头那会儿的呀，杰克？杰克吃醋了的。哎，杰克吃醋。杰克就相当于独生子女家庭突然来了一个小妹一样。老大记住老二了，是吧？老大记住老二。时间长了就好了，咱们别着急啊！谢谢加入粉丝团啊，没加入粉丝团可以加一下粉丝团啊，谢谢啊，谢谢家人们啊。